我是高红，曾经是中国女足铿锵玫瑰的守门员，现在是中国女足 U17 的主教练。近20年的职业生涯，可以说是女足一步一步的把我带到今天的一个地步的。足球给了我翅膀，我希望把我逐步逐步飞出去的这个过程，我要带给他们。我父亲2004年去世的，有个我父亲的朋友说了这样一句话：“老高，你可以安心的走了。你这一辈子，你的女儿给你带来了那么多的快乐和荣誉来，对一个家庭来说，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和鼓舞。那么，国家意味着我的家人。”我的朋友，我的邻居，是由他们组成了这个国家所有的一切。我期待你们在这个世界杯当中去学习和建立起自己的不屈服的精神。不屈服命运就是要让我接收他的给我的安排。所以，我的青春我做主，我的命运我做主。太重了，太重了。小时候踢球就觉得好玩。我给你起小名，叫小美人韩。小美人韩。就是喜欢踢球的感觉，我就想努力踢进国家队。现在都是独生子女，像这个这么能吃苦很少了，不容易啊，真的不容易。看好，等等，他这儿往这儿打的，他又退回来。你看，这就是陈龙凡的问题。你看，他是不是应该从这儿走的？他前面他这个位置已经失去了，到了这里站住这里，危险的是这个地方。嗯，把这个记下来。你挑上几个好的给他看一下。对对对。首先，你们房间没有关灯吗？10点半，没有睡觉吗？对不对？没有休息吗？这个是对的吧？这个是你们做错了吧？你所有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是在训练上面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当然可以，你别哭嘛，这个厨房我哭给你。李涵，前天晚上没有按时熄灯，然后。妈妈来我们房间，就是到了熄灯时间，没有督促她回去，所以就表示抱歉。5、4、3、2、1。我觉得就是以我现在的状态参加世界杯的话，我最需要在自己的心理上要变得更强大。纪律还是要遵守的，纪律我们大家一起制定的，要重视承诺的，重视责任的嘛，对自己的承诺或对别人的承诺尽全力去守住它。点球的话是沈璐反法，那么姚伟往回撤，首发阵容：彭诗梦啊、胡彦昕、赵雨欣、姚伟、汤辉、秦满满、刘烟、肖静芳、沈璐凡、戴晨颖、五月。
罗森啊，你得跟他们打声招呼的，这朝鲜很能踢人的。觉得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因为陈雨涵是很不容易的，他从一个边缘的球员，在亚少赛上的时候，通过自己的努力打上来了。你看他个子那么小，那么矮，但他也一点都不怕跟人对抗去。陈雨涵回来，对对对，刘烨收回来，别上了。对了，过去，别急。哎，对了，很好。好的。断端非常清晰，这里完全不连接了啊！你看这里，侧韧带这里头，你看，这跑不了了。我觉得已经很清楚了，林队是吧？刚刚往上走，就给出现这样的一个大伤来，这是没办法的。我们很舍不得沈若凡。安全第一啊！跟我没有任何话聊天。跟我聊？谁说我？我怎么没跟你聊？我在南京的时候去，就是都去你房间串门了吗？你敢跑到我房间去聊天吗？我那儿有几本好书，你去看看高明。来，这个你看，哎，他还有手续阅读。人生没有规定动作，是吧？高明写的，他是跳水运动员，所以意思也就是，人的这个命运不是被定下来的。你看这个，跟你长得像不像？是啊，你看镜子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照镜子来，一模一样，几乎是。这是那个高明。是啊，你知道这是什么脸吗？这个脸啊，冠军脸，孙俪的脸跟他一模一样，就冠军脸，是吧？你就每天看一页，你看，压力让我们警醒，也让我们敬畏，压力还要敬畏呢。他告诉我们，不论准备了多少，在最后一刻仍然是不够的，多好，因为我这个太适合你了。不管你长得像，你想不想看？想看。来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一晚上看了又睡不着了。来来来来来来。谢谢哥哥。走吧。晚安。晚安。坚定的专注是走向明天的指南针。我害怕过，犹豫过，无数次想放弃过，但有一点我始终非常清楚：我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付出。非常喜欢足球，他很享受踢足球。他的潜力就是他喜欢足球，训练呀还是比赛呢，他都在不断的在钻研。是防守人，我是进攻人，啪一趟完以后，我紧接着就传中，交叉跑动的这个方式，哎，我再跟着他，你就是身边有防守人，你也都撤下来。就是喜欢踢球的感觉，而且我觉得你学得挺快的，然后老表扬我，我挺开心的。
当我一个主教练把我对剩女的渴望传递给他们，他们就会经历嘛。崔宇安最喜欢的号码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喜欢17号。啊，我们三代把你的战袍送到你的手里面，去吧孩子，前进。球队需要一场胜，在世界杯上遇到困难了，收收行李回国了，这不是太草率了吗？比赛，比赛，比赛！经了这么长的艰苦的训练，来到世界的赛场上一个球没有进，那是多么大的沮丧呀！而且关键是你什么东西还没有发挥出来，没有表现出来，仅仅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放弃嘛，我觉得那是对自己极大的不尊重嘛。通过奋斗挣扎克服了这个难题，通过这个体育也是要学习这些。我们努力了这么久吗？心里特别不甘心，希望可以尽全力完成最后的世少赛。压力让我们警醒，也让我们敬畏。他也告诉我们，你付出的更多的努力，经历的更多的挣扎，承受的更多的苦痛，会在最后一刻让你更自由的表达。我要用我的声音不断地推动他，看到他心里面的力量。比赛，比赛，比赛！非常的努力去获得一个自己满意的成果，表现出一个最好的自己来，所以想带给他们。
就有一个心理的事儿。